我们一定要为你们报仇！举起手来！他死了，你怎么没死？老不死的，滚！抓紧检查一下个人的装备，我们进入沙漠，出发。是，走。
你是什么人？你要干什么？朋友，这是你的领地，我们误闯进来，撞到了你的枪口，希望你枪下留人。 是这好枪啊！你什么人？在这里干什么？完犊子！ 注意警戒！是。小心点儿。是。 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教之道，贵专。昔孟母，择邻处。子不学，断机杼。啊，爹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我的好儿子，啊，哎呀，读书呢。嗯。好儿子，啊，看爹爹。 给你带什么回来了？啊！馒头，白面馒头。
快吃吧，别凉了。你慢点，别着急。来来来。喝点水，来，慢点。真好吃。爹，那我吃完了，你吃啥呢？没事，爹不饿。啊，佳佳，好了，睡觉去吧。爹，孩儿不孝，让您受苦了。你就不怕团座看见？我才不怕。我也不怕。你不是说要带我回家吗？这不是非常时期吗？哎呀，你好坏啊，哪有媳妇儿不见公婆的？让人看见，这大白天的。怕什么？还是别让团座看见。我不怕。我就想见见你爹妈，有什么不对啊？嘘，走吧。走，到你房间去。我在。小五。五子，你不会死，你不会死的。
我一定带你回家。姐，我多想有个家，我多想看看你父母。会好的，会好的啊！会见到他们的，会见到他们的。我知道我不行了，你一定要逃出去，逃到沙漠，就。小五子，小五子，你醒醒！小五子，你醒醒！小五子，啊，醒醒！一定带你回家，一定带你回家。我的部队已经冲上去了，请军长放心，我们一定完成任务。是，是，是。报告，报告，旅长，敢死队，敢死队全完了。马营长。你可是立下了军令状的，你，红军，共军的炮火太猛了，我阻挡不住啊！旅长，旅长，我们完了，快投降吧，旅长！别，不，不，快！旅长，旅长，他可救过你的命，不要说了。不成，我们俩的命都得葬送了。只有冲出去，冲出去才能活命，否则死无葬身之地。跟我走。是。大人，到！你立即返回去接团座，让他们马上到这里来休息。是，长官。注意安全。是。您去吧，我没事。你跟团座说，这里有井有水，
有地方可以休息。是。说我们已经突围，请军部指令。是，快发报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去！报告，军部来电。速向西部进军，与西江部队会合待命，不得有误。此电。走。来人。是。本座。麦副官还没回来吗？还没有，搞什么名堂？怎么还没回来？
团座，麦副官让我回来请你。麦副官人呢？麦副官在前面，他让我回来请你过去休息。那里有水井，有房子，麦副官在那等你呢。有多远？离这儿不远，团座，大约五里路。那好，来人，报告，我来了。通知所有人员向麦副官靠拢。是，全体登营，马上出发。大家看，我们从这里走到这里，已经走了几百里地了。这个沙漠上也没有标识。这边都是沙漠，人迹罕至，这里都没有人。都没人。敌人很难出去。是啊，你看看，行军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在茫茫的沙漠里，这地图看来是没有什么用了。这个方向没错吧？应该没错。好，继续前进。不知道连长他们到哪里了？大力他俩能不能把情报送到？万排长，你不用担心，大力这个人可是当地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和我一样，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呢。本地人？是啊。这么说这里他们都很熟悉了？不敢说他们都熟吧，至少比你们知道的要多点。哼，那可不好说，这进了沙漠啊，你我都一样，是吧？快点走吧。黑的，是啊。哎，大力啊，走这边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不会，只要不偏离这个方向啊，就一定能和群木县的大路啊交汇在一起。放心，走夜路啊是我们猎人的强项。哎，山东，你打过猎吗？没有，可是我曾经杀过许多野兽。你？对啊，看来你不相信。没打过猎，你能杀死过许多野兽？这个你就不知道了。什么野兽？三年前我杀死过七个日本兵，三年后我又杀死过十多个匪兵，你说他们是不是野兽？哎，不错，他们确实是野兽，这一点呢我就不如你了。到目前为止我还真没有亲手杀死过这样的野兽为乡亲们报仇。不会吧？真的。那上次战斗？上次战斗是打架的功劳，我记得我只打死了四个匪兵。什么声音？什么？是人声，这是人走在河地的声音。大力，快隐蔽起来！快！什么人？干什么的？慢着，赶快分散，注意隐蔽，在没有弄清楚是什么人之前，千万不要开枪。走。是。前面的什么人？
连长，是我们，我是小山东啊。连长，连长，我是大力啊。走，连长。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大家出来吧，自己人。走。连长，连长，啊，是你们的。小山东，你小子如果再晚说一会儿，我们就把你们俩包了饺子了。哪能啊？我们的枪是吃素的。好了好了，说说你们俩怎么到这里来了。好，这是大力的主意，说是走这里是个直线，能节约时间，能超前到达集合地点，尽快找到你们。啊，这么说你们俩发现了敌人的行踪了？嗯，在凉水河20里处我们发现了敌人的行踪，万排长让大力和我回来接应你们，所以就抄了近路。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，所以啊，我们才能碰到一起啊。大力啊，有你的。哎，还是连长英明啊。就是就是呀，就是啊，大力说的对。你看，如果连长不英明的话，我们能碰到一起吗？是不是？你小子少贫嘴啊。小山东，你说说这里离那还有多远？大约20多里吧。这样，大家稍作休息，天亮出发。是是。副官不是在这里吗？是在这里，也许在里边，我去看看。回来。是，有何吩咐？不用你去了。是。买家，我的麦副官，你不要躲了，宝贝儿，我来了啊！买家，你给我出来！来人！团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报告团座，这里是有一个死人。麦副官。麦副官，在哪儿？麦副官，这是麦副官的衣服。你说，是不是麦副官换了死人的衣服？原来是，原来死人穿的是便衣。好像是。好像个屁！都给我下去。啊！
去派几个人把麦副官给我追回来。这，去执行吧。团座息怒，恕我直言，我们还是不去为好。为什么？团座，我们现在就剩下这十多个人，如果再派几个人去追麦副官，要是遇到共军追来，我们力量不足啊。为了您的安全，不如让他去吧。有我们在，您的安全就有保证。听着，全体现在就地休息，天亮后出发。是。还有多远呢？快了，不会走错吧？连长，肯定不会错的，这脚印就是我们俩的脚印。你能确定？确定。好，快走。大家都是党国的忠臣，我们一定要穿越这千里戈壁，是与西江国军会合，绝不能像麦副官那样当逃兵，这是党国的耻辱。现在我命令每个人带足水食品，5分钟以后出发。是。